中讲讲讲讲讲。每次去古镇停车都要停好远，都要走好长那段路。一站想来吃辣饼。后来买了玉兰饼，一个3块钱。玉兰饼无锡特产，水生地制作，整个香味，味道鲜美，欢迎品尝。我搬过来。那游客都在吃这个旋风土豆。我的也有2块钱的啊、哦。谢谢。2块钱加一个锅汤的这个冰淇淋，现在姐太长一个，我现在蹲在了一个角落里给你们拍。真的超级长一个，特别的规整，好脆。我前面三个小姐姐都选的麻辣口味。去排队买那个青稞馒头吧。你要吃啊？你这个快的，我一边吃一边排。今天出去真的太脆了。这个是排了好久的梅花糕，我买了芝麻跟豆沙口味的，它那边还有肉馅的，但是我一般我最喜欢的就是甜口的，喜欢芝麻跟豆沙口味的。那它在哪个是芝麻口味的？它上面没有撒那个小圆子，我特别喜欢吃桂花糕上面那个撒了小圆子。外面特别的脆，里面糯糯的，很多喜欢吃芝麻。它那个黑芝麻馅特别的油润，是很湿润的。还有一个是豆沙口味的，我还是更喜欢吃上面有小圆子的梅花糕。它上面还放了青红绿丝。是特别细腻的那种红豆沙。这是在惠山古镇外面买的玉兰饼。刚刚卖梅花糕那家也有玉兰饼，那家要4块钱，我买的是3块钱。那饼其实就是油炸糯米皮，里面包了一个肉丸子，是甜口的，特别的油润。它的外皮也被炸得脆脆的。脆里糯太好吃了，我觉得今天吃都好油啊，这个鸡子大饼也是油煎的，然后切成2半，那下面铺的是一个炸的鸡蛋。真的超级油的，它的饼中间是菜猪油，然后下面铺了一个那个打散的鸡蛋炸，有那股蛋腥气，还有那种酒的味道，没有以前在木龟门口那家好吃，但是木龟那家现在已经关掉了，它的鸡蛋好腥啊。下面就是一个炸蛋，它鸡蛋好腥啊，不好吃。大饼里面就是菜猪油，咸甜口的。现在已经很少有地方卖鸡子大饼，
真的木桂鱼之前那家门口那家最好吃。今天最辣的小吃就是这个鸡子大饼了，我真的不带任何感情因素哦，你整个吃下去会被腻到。大饼只有中间有味道，油就算了还很硬，难吃就算了，它态度还不好。不然一个饼全都是油的，我的老寒腿不行了。管家烤馍的生意真是超级好，每次都超强的人在排队。跟我妈分工合作，我妈在排青稞烤馍，我就去买了林阿姨自饭团。加酒吧，好，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芝士。哦，这是芝士。它芝士都不加热了吗？它哪里加热？它就是那个里面可能饭团的温度，把它捂热，把它捂热，把它融化了。把它融化饭团的热量。我是加蛋黄。你在拍呢？我在拍。那我想要一个酒酿饼，然后每个都拿一个吧。还有一个酒酿饼，什么？黑木耳。没事。我要那个黑芝士。阿姨，这个是自己炖吗？黑木耳不要你啊。鸡丝，鸡丝，鸡丝。鸡丝，肉也好吃。不要吃鲍鱼。这边都是自己可以选的配菜。来，拿3000吧。现在。这是刚买的两个林阿姨饭团吧，我买了一个太极，还有一个是无菜乌米跟雪诺双拼的口味，然后我选的是甜口的，我还在里面加了芝士。这是牛条跟肉松。拉丝的是油条呢，其实是我的芝士，冷芝士被它那个糯米饭应该是有热度的，然后把它给雾化了，在糯米里面其实是有撒一层糖的，所以吃起来甜甜的。嗯，刚芝士好奶，好吃。还有个是五彩饭团，我选的是咸口加了一个肉肠，但是我本来想加蛋黄，忘记了，我以为蛋黄是标配的。它的米是五颜六色的，这边一个纯肉肠。就在米饭上刷了层酱，然后还放了咸菜。不好吃。能不能给我？我妈在说我甜口饭团不好吃，那咸呢？这么完美的搭配，竟然说不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你这不就是没太大的区别的？嗯。这边是芝麻跟糖米。这一份脆扇78块钱，真的把我惊到了，油炸的，然后我印象中是甜口的，帮你退，好吃吗？还可以，我的饭团哪个好吃？咸口的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甜口的饭团好吃，口味不一样。炸它超级酥脆，就是又油又甜的那种。感觉我们的这个菜特色就是又油又甜。这是葱油拌面，然后后面就是阳春面，先把这个面拌一下，加一点高丽三星。这碗好大呀！先来一口葱油拌面，哎呦，普通面馆好吃啊！不是，它就是它的面细，
油拌面。还有这些软的，软二分半的，这个拌面蛮好吃。这就是奥灶面，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更喜欢吃拌面一点。这面怎么辣辣的？汤面比拌面的面条更软一些。拌面好吃吧？嗯。荤汤豆腐花，上面有虾米、紫菜、榨菜、葱花。上来是比较习惯吃咸口豆腐花。都好热，嗯，还不分桂花玉碗，那这里面就是芋头，没有小圆子。都是大块的芋头，嗯，好软。那你自己剥的话。刚在奥灶面门口买葱油饼5块钱一份，因为五种口味嘛。然后虽然，但我还是全都买。这个是酒酿饼，我就买了一个，好像是10块钱三个，一个是4块钱。大家来无锡一定要做好被腻住的准备，我现在就有一点被腻到。它表面上撒一些粉。没有馅料，是比较清甜的那种，而且感觉它的面包体还是能回弹的，还蛮好吃的。是那种清香苦的。这个油酥饼是5块钱一个，哇，真的好酥，被我按出一个大拇指。知道什么口味？开个盲盒。玫瑰馅的，它是热的，你们先猜喜心。像一桶，这是全黑芝麻的。这是黑芝麻口味。黑芝麻的好香啊，还是热的就特别酥，它的表皮。然后油酥饼也蛮好吃的，你看看。我猜这个纯白芝麻的是花生口味。不是花生的，有啊，嗯，那种粉白色的，感觉太粗，但是又不像，好酥呀，这是长的。这是花生馅的，特别有花生颗粒，我感觉花生里面还有猪油哎。不只只是花生，最后一个，这是咸甜的酱油口味。而且里面的馅更跟火锅一样，
像像啫喱状。鸡丝姐的那个鸡丝啊，排了一个小时的烤馍，清锅烤馍，看着跟大白馒头一样，我吃不掉，我就掰一小块尝尝。吃起来甜甜的，但我觉得它没有肿量饼来有嚼劲。我看马志小姐姐说，她就吃这个减肥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